石英灯扩展坞包装里配了两条全功能数据线，给大家先看一下整体外观。这一排是 RGB 节奏灯，这两个节奏灯的功能键，前置 USB C 口和 USB A 口可以进行充电和数据传输。打开侧面磁吸盖板，内部是 M.2 固态硬盘盒，速度可达十 G B，免工具安装，兼容 NVME 和 SATA 协议。 另一侧是 TF 和 SD 卡收纳盒，背面功能非常丰富。这个是扩展坞总开关、音频口、读卡口和四个 USB 口。这两个 HDMI 口都支持 4K 60赫兹。下面就是千兆网口和 PD 供电口。RGB 节奏灯可以跟随环境声音产生律动。RGB 节奏灯会显示硬盘的工作状态。连接第二个接口时，可以扩展一个外接屏幕。 也可以单独使用这个口连接手机、iPad、电脑等设备。上面按键短按改变颜色，长按调节亮度。下面按键短按改变模式，长按关闭灯光。